果有机会接现代剧，会最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呢？现代剧啊，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吧，好吧。五藏，小次郎，一个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，就是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吧。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，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，对，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的理解，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，哇哦。